台南艺术博览会是已经举办了第十档，今年有56件的展览厂商哦，是展出超过1500件的艺术作品，而且佫推出了有吃有耍的即个艺文佚佗的景点。欢迎全国的朋友下档到台南来体验艺术盛会。迈入10周年的台南艺术博览会，已经成为全台湾每冬3月重要的艺文活动。根据画廊协会统计，2021年参观人数大家增长的105%，年代销售成绩也是历届展览内面上好。今天看到我们的台南艺博，不管是我们参展的53家啊、这个展商啊、画廊，还有3位新艺奖得主他们的展间，都是让人非常的惊艳。从去年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哦。去年比前年增加了将近50%的参观的人数，我相信今年呢、应该会比去年多，因为大家都，台南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的城市，台南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城市，台南本来就是一个美的城市。台南艺术博览会创立的目的，就是希望活络艺术市场，建立艺文活动和艺术商业平台，每当展出1000件艺术作品。今年迈入第十档，也成功带动台南参观艺术的人潮，以艺术结合美食和旅游，发展新的艺术观光游程。记者苏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